报告委员会，现在出席为五人，已足法定人数，请主席宣布开会。现在开会，请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七会期司法及法制委员会第22次全体委员会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8年5月15日星期三，上午9:02至下午20:28；5月16日星期四，上午9:31至下午20:25；地点：红楼302会议室。出席委员吴元、郑阳等12人，列席委员黄委员、国昌等8人，列席官员：5月15日。部分是法务部部长蔡清祥等人，5月16日法务部政务次长陈明堂等人，主席周召集委员春米。5月15日的部分报告事项，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讨论事项，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律师法修正草案等13案。本日会议由委员申委员智慧等10人提出质询，委员郑云鹏等2人提出书面质询，决议报告及询答完毕，并定期继续审查。委员质询时要求提供相关资料或以书面答复者，请相关机关紧速送交个别委员及本委员会。5月16日部分讨论事项，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监狱刑刑法修正草案等10案及继续并案审查行政院函请审议羁押法修正草案等3案。决议监狱刑刑法修正草案等10案部分继续进行逐条审查，第7条除第3项中断修正为进行视察并每季提出报告，及第4项修正为前3项视察小组之委员资格零解聘、视察方式、权限、视察报告之制作、提出与公开期间等4项及其他相关4项之办法由法务部定之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8条修正为监狱得依媒体之请求同意其进入适当处所采访或参观，并得依民众之请求同意其进入适当处所参观。第93条、第95条、第96条、第98条至第100条、第102条至第109条、第113条、第114条、第13章章名、第116条、第117条、第120条、第122条至第124条、第126条至第128条、第132条、第134条至第136条、第14章章名、第139条至第142条、第15章章名、第143条、第144条、第16章章名、第145条、第147条、第148条、第17章章名及第149条至第156条，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94条除第2项至第4项中监狱后均增订或法院等文字外，于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97条修正为审议小组认为申诉书不合法定程序，而其情形可补正者，并通知申诉人于5日内补正。第101条、第111条、第112条、第115条、第118条、第119条、第121条、第137条及第146条均保留，送院会处理。第110条除第1项修正为受刑人与监督机关间因监狱刑刑有第93条第1项各款情事，得以书面向监督机关提起申诉，并准用第90条、第93条第2项至第5项、第94条第1项、第95条、第96条第1项、第97条至第101条、第102条第2项、第3项、第105条至第108条及前条第1项至第3项、第5项、第6项规定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125条修正为复审审议小组认为复审书不合法定程序，而其情形可补正者，应通知复审人于5日内补正。第129条除第2项末句增订未为补正者，自补正期间届满之日起至次日起算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130条除第1项中断修正为应通知复审人、委任代理人及辅佐人陈述意见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131条除第3款句首修正为复审书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133条除第2项修正为前项决定书应送达复审人及委任代理人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现行条文第82条及第85条经照行政院提案删除。第138条除第1项末句修正为当日午前释放之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通过附带决议5项。
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周遭九人村民出席说明。条字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羁押法修正草案等三案部分进行逐条审查。第一章章名第一条至第四条，第二章章名第七条至第九条，第十二条至第十四条，第三章章名第十五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至第二十三条，第四章章名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二条，第五章章名第三十三条至第四十条，第六章章名第四十一条至第四十三条，第七章章名第四十四条至第五十八条，第八章章名第五十九条至第六十四条，第六十六条、第六十七条、第九章章名第六十八条至第七十四条，第十章章名第七十五条至第七十七条，第七十九条至第八十一条，第十一章章名第八十二条、第八十三条、第八十五条、第八十七条、第八十八条、第九十条至第九十二条、第九十四条至第一百条、第十二章章名第一百零六条至第一百十条、第十三章章名第一百十一条、第一百十二条、第十四章章名第一百十三条及第一百十五条至第一百十七条，均照行政院提案通过。委员尤明等二十五人提案第四条、第七条、第四章章名第二十四条至第三十条、第三十三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三条、第五十九条、第六十一条、第七十条、第七十九条、第九十条、第九十三条及第一百十五条，均不予采纳。现行条文第二条、第六条、第八条、第十五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八条及第三十八条，均照行政院提案予以删除。第五条，除第三项中断修正为进行视察并每季提出报告，及第四项修正为前三项视察小组之委员资格零解聘、视察方式权限、视察报告之制作、提出与公开期间等事项及其他相关事项之办法，由法务部定之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六条修正为看守所得依媒体之请求同意其进入适当处所采访或参观，并得依民众之请求同意其进入适当处所参观。第十条、第十一条、第十六条、第十八条、第六十五条、第七十八条、第八十四条、第九十三条、第一百零二条至第一百零五条及第一百十四条均保留送院会处理。第八十六条，除第二项至第四项中看守所后均增订或法院等文字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第八十九条修正为审议小组认为申诉书不合法定程式，而其情形可补正者，应通知申诉人于五日内补正。第一百零一条除第三项前段修正为前项决定书应送达申诉人及委任代理人外，依照行政院提案通过。通过附带决议四项。本案审查完竣，依据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不需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周遭九人村民出席说明。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委员整理。宣读完毕。好，跟委员会报告，我们上次会议议事录，上个星期四啊，审这个羁押法修正草案第五条，当时是根据修正动议通过。但是其中呢，第五条第三项前段所引述的第一项及第二项，这个文字没有配合调整为前三项，好，所以它因为多了一项啊，所以要调整为前三项，所以主席就依据委员会授权，调整通过文字如议事录的决议二，第五点哦。在各位议事录第六页，在这边特别提出说明啊，也就是我们在做文字上做调整的哈，项次做调整。好，如果没有其他的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就议事录就确定。现在介绍列席官员，首先介绍司法院吕太郎秘书长、少年及家事厅谢静惠厅长、法务部蔡必仲政务次长、罗荣前参事、矫正署吴泽生副署长、卫福部保护服务司林维炎司长，次长请假；新口司检任计政陈少卿、社家署儿少福利组王秀仪科长、教育部学生事务及特殊教育司郑文尧专门委员、国民及学前教育署陈习宏专门委员、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
李慧芬专门委员，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发展司陈怡静专门委员，人文及出版司戴金密检任视察，经济部工业局电子资讯组严凤琪副组长，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骆立凡警政监，移民署国际及执法组徐云副组长。好，以上介绍列席官员。今天排定的议程是继续并案审查司法院还有行政院函请审议的少年家事少年事件处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等七案。那我们在第九届、第七届、第十一次全体委员会议，就是今年四月十七日审查，已经处理到第五十八条，并且已经通过一项附带决议。好，现在要继续讨论委员李立芬等二十四人提案的第六十一条条文。李委员有提修正动议嘛？哈，我们上次有讨论到一半。那么，请问各位，我们第六十一条照李立芬委员等提的修正动议通过，请问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动议修正通过。请各位看第64-2。请各位照两院版提案通过有没有意见？他这边有牵涉到法院联动，好，但是那个第一项哈，有第一项第二款跟保留的第三条会联动，我们就先保留了哈。好，请大家看67条。67条两院版跟李立芬委员的提案是一致的，我们是不是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及委员李立芬的24人提案通过？好，我们就照提案通过。请看第71条，71条照两院会衔版，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照提案通过。第72条。72条两院会衔版跟李立芬委员的提案是一样，都是删除。请问各位对删除72条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提案通过。82条修正。啊，我们是82条吗？82条。好，我们修正动议请一并宣读。修正动议，请参阅修正动议编号3-1。第82条对照现行条文修正为：第82条，少年在缓刑或假释其中，应负保护管束。前项保护管束于受保护管束人满23岁前，由检察官嘱托少年法院少年保护官执行之。提案人委员周春米、李立芬等。宣读完毕。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照修正82条照修正动议通过。他有意见就会表达了。是照这个委员的那个建议修正条文，在满23岁前，送没有？他这是23岁前嘛？对，那23岁才交给。上满哈，这个因为在法律的用语哈，应该是满23岁。如果在前的话，那这个也就是不满，就是不包括23岁。所以是不是用那个用语是不是？满23岁就交给。我们在满23岁的时候，23岁再交给那个关户人，那个钱就把它划掉。好不好？好，因为钱的话不包括本数。好，好，谢谢。这个不会。对啊，这个我补充说明一下，就是说为什么会从18改成23，就是之前因为他如果是18岁之后，他到保护官这边，他就必须一个成年人跟一个未成年人
同样的受到保护官的协助，所以我们才希望说把它改成未满十八岁。那后来因为法务部这边有一些意见提出来之后，我们有去考量了之后，就觉得说那我们就回到像那个明阳中学这样一个年龄，就是说当他去一个矫正学校，当他满23岁的时候，他就必须移到成年间这样一个概念。所以我们这个23岁的年龄是这样子制定出来的哈。也同样的意思啦，谢谢。那个刚才刘委员说这个鱼有点问题啊，这个你们要再看一下，就是说前项保护管束于受保护管束人满23岁，逗点由检察官，那他就是说一般来说就是你到了满23岁，18到23岁是由少年法院执行的，这一个没有错了。现在他就是在受保护管束的满23岁前，所以在18到23岁这一届之间就由少年法院。哎，钱啊对，不满就是23岁就是检察官了、啊。他的钱是说，他满23岁以前，他满了23岁就不是，对啊，就是不包括23岁。所以应该是李委员的这个，对，没错没错，对不对？那我是这个钱才，对，没错。我建议一下了，我建议一下那个丽芬，我的意思是说，23岁如果按照法务部仍然是同样的话，那就23岁后面加一个挂虎写个函呐、啊，还是满23岁不是？你听我还没讲，你听我讲完，对，你听我讲完，那就是说满22岁哈，然后函，然后钱也放着。不用了，是不用了。法律文字本来就好。所以23岁不算哦。不算，不算。他的这个提案的本意就是不算23岁。那应该维持原来。等他满23岁就不行了。对。那对对，谢谢。好，那我们照修正动议通过。是想法，那是以前的意思。好，请各位看83条。83条，李委员的提案要不要说明一下？白书，83条之一是指那个资料要涂销的问题哈。那83条，对不起，那我看成83。好，就是这个是保密，就是说这些少年的一个资料，他都应该要保密。那我们这边就再增加一个，因职务上所知悉之秘密或隐私，其制作跟持有的文书应予保密，非有正当理由不得泄露或公开。所以83条最主要就是在对整个儿少在有这个相关的一个行为、相关的一个资讯，那包括媒体以及相关职务所悉的人都不应该要泄露，哈，是在这个部分隐私跟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权利的一个保密的条款。请问有没有意见？请司法院。委员提案的这个目标我们赞同，不过因为这个职务上所知悉啊，或者是所知悉的这个相关的文书秘密啊，这本来在刑法就有规定，这个泄露都构成犯罪了。啊，所以我们是建议不用定了，啊，那除非是要特别加重，对不对？也这个也没有啊，也没有了，对啊，对，是啊，因为刑法已经有蛮完整的规范了，哎，是。好，那我们就正好这一条我们就不予修正，83条不予修正，请各位看83条之一，有修正动议吗？好，请宣读修正动议。之前念过的是吧？好，是李委员提的吗？因为我之前的版本是也希望司法院相关的这个部分不要保留儿少犯罪的资料啦。那后来有跟司法院这边沟通，就是说他们觉得他们还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必要，因为他们必须去针对整个少年犯罪的情形做一些了解、做一些调查等等的，所以我这个部分我就提了一个修正动议，是说同意他们只有司法院这边可以收集，可是在收集资料这个部分怎么去使用这个部分，他们要有
相关的一个规范出来，好，这个是我这个修正动议的一个跟我的提案不一样的地方。好，请问司法院的意见。我们同意李委员的修正动议。但是因为这个修正动议有牵涉到前面保留的29条哈，所以我们一并先保留。请各位看83条之3，我们知道两院会前版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提案通过。请看第84条。念过了吗？84条，李委员有修正动议。有联动，但是要不要先谈一下？就是说，这个你们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没有意见嘛？好，那我们等一下第3条处理完再回头处理。好，请看85条之1。85条之1，请问各位的意见。六人是提案删除了哈，要不要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少年事件处理法，其实少年指的是12岁到18岁嘛。那我们第85条之1就让7岁到12岁的儿童来准用。那其实这个以儿权公约还是相关国际的一些公约都认为，儿童12岁以下，甚至有些国家还14岁以下，就是都不要走司法的一个途径啦。所以我这边就是建议把它删除。那我有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说删除之后不代表这群儿童不需要被协助，那反而他应该是回到整个学校或是社区，相关的单位能够提供他相关一个辅导跟协助，不只是对那，还对他的家人哦。所以我这边有一个附带决议，就是说针对7到12岁以下，因为他是国小的国民义务的一个教育的一个阶段，那我知道说行政院的分工啊，只要跟学生有关系的话，主管机关大概就是教育部，那如果他是未在学的话，才会回到卫福部哈，所以我这边就是要求，就是要建议我们教育部要邀集卫生福利部跟内政部，对于这群儿童，他之后我们要协助，说要包括通报、处遇、辅导以及协助事项，应该要在修法通过之后2个月完成相关的一个规定的一个研议哈，就是我们会希望这群儿童就是回到学校里面，由我们学校的辅导老师或是教师给予协助。好，以上说明，谢谢。因为李委员这个修正动议会牵涉到对不起，李委员这个删除这个条文会牵涉到除了司法院法务部之外的行政院的其他部会，包括教育部、卫福部、内政部，如果你们有意见要主动提出来，来请教育部。我先讲教育部吗？主席啊，教育部，教育部报告哈，委员所提案的部分哈，教育部尽表同意，因为它是一个时代的符合国际的一个趋势，那对于学生的一个保护这部分，我们会来配合办理。不过就是相关的一个因为它必须要整合相关的资源，而且这个有关于希尔西的决议是包括用少司法的不用少司法，而是改用儿福法。那我们会相关找卫福部还有地方政府大家一起来讨论它的一个未来资源的整合，另外一个就是怎么处理的一个流程。那这个部分可能需要一点时间，那是不是建议那个修正后过后那个附带决议的部分2个月内完成，是不是能改为1年的时间，能够一个完整无接缝的一个转衔。附带决议我们再来处理附带决议的时候哈，那请这卫福部是主席各位委员哈，那针对这一条哈，因为我们对于这个
7到12岁触法少年哈，就是由行政机关先来辅导，我想我们是尽表同意，只是说因为我们在实务上哈，在地方政府还有相关单位的反应是说，因为有一些的触法少年，也许社工是真的去没有办法辅导他，甚至担心说，譬如说他们身上有就是有器械或者一些相关的危险物品的话，那社工可能连辅导大概都没有办法进入的时候，有没有机会仿照就是李委员前面的版本，就是说曝险少年的部分还有机会再请求法院来协助，所以我们针对这个部分哈，如果是能够是不是可以并前面的条文先保留，我们想说针对这一类的少年有没有一个机会是说真的辅导没办法的时候，我们有机会还请求少年法院来协助。以上。好，等一下，刚才钟委员有先举手，然后周委员，然后再尤委员有举手吗？没有了。然后吴委员，好，然后再李委员。好，谢谢主席。我想针对85条之一，我是同意刚刚立分委员所提的，把85条之一给废除掉。我想这。最主要是7岁至未满12岁的一个儿童，本来就是应该找出他的因缘，并用教育跟辅导的措施哈，去引导，能够让他回归正轨，而不是直接就把这些的儿童直接丢到法院里面去了，然后到矫正署里面去。我想这个应该是用，我们应该用，包括从在决议里面所提的，应该是从卫福部或者教育部或者内政部这边用社会安全网来接触这些的小孩子，而不是把这些七到十二岁的儿童直接就以刑法的法律行为为之啊，由少年法院来作为处理之啊。那这一部分我是同意把现行的条文85条之一给废除。以上说明。好，接下来请周委员。好，谢谢主席哈。我想85条之一，两院会审版送来的时候是还是有维持儿童的事件要送到少年法庭嘛？那我想经过了2、3次的讨论，我想这个越来越清楚，整个大部分立法委员都不赞成这样子的一个政策，所以我想现在应该是非常清楚，就是说这个部分12岁以下的儿童，他的这个事件不要再送到少年这个法院的系统司法的系统。那我先请教一下司法院，那现在就是依照你们目前统计，12岁以下的儿童大概事件是多少？我们大概就只有大概不到600件，一年。对，一年600件是不到六百儿童哎、欸，对儿童，对，那个财定保护管束有100多件，对，那就是其他就是那个什么比较。交由家长带回去管教，或者是那些保管数170件，做成保护处分的是100多件，不到200件。那我请教哈，如果说现在我们做了这个决定，就是这些儿童不要再送少年法庭，那司法院这边还有，就以后就跟你们无关系，还是说你们还有什么资源系统可以来做协助或者什么建议啊？刚刚部分跟这个就是先前的李立芬委员其实有召集教育部哈，还有卫福部各部会，当时教育部有提出，就是说希望我们可以提供我们曾经处理过这些儿童触法的经验的这些 know how， 也就是说其实少年法院哈，包括整个司法院，基于司法行政国家机关互相协力的立场，我想这个部分呢，如果说行政部门未来好，在这个就是接手的这个准备期间，我们都非常乐意从中央或者是各法院。那我厘清一下，比如说今天六百件的小朋友儿童嘛哈，那大概大部分都是交由家长带回管教。那另外就是保护管束，保护管束就是你们的少年法庭的保护官在处理。那另外是说，那还有没有社工的单位的介入，或者教育系统的介入，在你们少年法庭法官在指挥要怎么样去保护这些小孩子的时候，你们的一些相关的措施是什么？跟委员报告，有的哈，就是说每一个儿童呢，12岁以下。他只要是有触法的行为，那一定调保官一定会去根据他的保护性的必要，然后呢一定会先跟家长工作，还有呢跟他的学校或者是呢辖内的 NGO 团体
然后去结合他们可用的资源，就目前因为跟学校联系，对，是就是个案 case by case 来决定，是。所以那社工呢？社工社服的系统呢？有的，也是请那个地方政府来协助吗？对，就是法院呢，我们其实跟那个就是每个地方政府都有少年辅导委员会。嗯。那少年法庭的庭长跟主任调保官也都会参与少辅会的工作。好，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有这些个案的需求，也会跟社工或者是学校，好来去做一个。所以其实少年法庭它只是一个 leader 啦，它就是做一个决定，但是像相关的一些配套或者措施，还是要各个单位来配合嘛。是，你们就是做一个决定而已啦。还有地方政府是。好，请委员。是，有关7岁到12岁的儿童哈，触犯刑法。然后适用少事法，我就觉得应该要拿掉，没错，因为我觉得儿童的一个保护不应该进入到少事法。但是如果把整条删除，因为我想李立芬委员一直在之前有在提到一个对于这些孩子，就是整个行政系统跟司法系统怎么衔接的这个议题，还有辅导系统的整个建构的问题，它其实后面还是有一个衔接的机制跟辅导机制要去衔接起来，那是不是适宜全部把它删除？我是觉得可能要再稍微把我们刚刚有好像有蛮多条文是保留的，是不是能够整个建构完整个这个衔接机制辅导机制完成之后，再来审视看这一条有没有要再衔接的部分，因为这些孩子会当然不适合进入到这个少年事件的处理，可是他有没有一些要需要做相关衔接的事项能够把它衔接住，而不是把它漏接了，所以这部分是不是我比较建议是可以保留，我们看整个 前面条文整个顺下来之后，这条看有没有要一起来做检视的部分。 好谢谢来李伟。对，陈主刚刚那个司法院讲的，就是说虽然有600多件，可是大部分都是交给家长，所以他交给家长就代表这些小孩就是回到学校去读书哈。那当然学校就一定要做相关的一个辅导协助，这一定要做的。那另外有进入那个相关的那个保护管束，那个部分是171件啦，我印象中是171件，171件当中其实80几件都是窃盗，就是那种偷一点小东西这样子。那第二多的大概就是所谓的妨碍性自主，可是那个所谓的妨碍性自主也都是比较是因为这个儿童他不懂得身体的界限，好，所以就是不懂得身体的界限，然后没有尊重到对方的身体，也没有到那种很严重的一个性侵害的一些行为出现。所以就是说这群小孩，其实这群学生他就是在某一个部分他可能就是社会化等等的部分是还没有那么的完整的。那现在的重点就是说，那这群学生这群孩子他应该是在司法系统给予他辅导，还是应该在行政，例如说我认为说应该是在教育系统给他辅导协助。那我觉得说刚大家都认为说7到12岁的儿童不应该适用少事法，所以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让他进到司法的程序去，然后其实整个国际整个工业的概念也是司法是最后的一个底线。那7到12岁这部分根本就是在整个国际的一个趋势上面，根本就是不要让他进到司法。所以如果说他不进到司法的话，你就是说如果前面要去讲说那个的整个司法跟行政这边怎么样子去互转还是怎样，我就觉得这个在观念上就出了一个问题了。就是说如果他不应该在司法系统去处理的话，就不会有行政跟司法这边要去互相转换这个孩子这个个案的一个问题。好，所以我想说这个部分我会比较是希望各位委员能够支持的部分，就是说我们可能还是建议把它删除。那教育部刚刚的意见就是说他们会需要有多一点的一个时间。那其实我今天早上也跟潘部长有通过电话，他是觉得说这是应该是教育部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可是他会希望说给他1年的时间来准备。那我觉得说我这个部分我可以同意，就是说我们7到12岁这个部分我们可以有一个日出的一个条款，就是1年后就是这一条才生效。好，就是说我可以接受是这样一个做法。好，谢谢。好，谢谢。就听起来
这个卫福部的担忧啊，当然不是不存在了哈。但是你现在现行的状况，各个机关在处理这样子的，如果有带着器械的少年啊，也都会同样遇到同样的状况啊。那么我相信，如果有这样的事情啊，那么通报警方，警方也还是会处理啊。不管你是在学校发生，或是在其他的场所，他如果带着器械、啊、或者暴力行为啊的话，那当然还是会处理啊，啊，也不因为这样就不处理吧？怎么样？你为什么一直在摇头？有什么问题吗？有什么问题就提醒我们，就说好不好？是，报主席哈，其实我们。委员的意见哈，其实我们真的卫福部其实是相当的同意也支持，只是因为我们要代表县市政府的社工他们的焦虑了哈，所以我们在这边提出来，只是说他们之前觉得说有司法做后盾，大家做起来比较有底气。那如果现在一旦拿掉之后呢，完全就是有将来就是由行政部门或者社工就自己去追孩子哈，他们的焦虑，我只想说在这个借这个机会也反映给各位委员知悉，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地方的一些意见是建议是说，如果有一个最后。一直这样子处理不了的时候，有没有机会可以转进哈这个少年法庭哈，让法官来给他们做一些这个训诫啦，或者是说做一些支持？那这样社工就感觉上说这样子的，是不是双方的力量一起的话是有加成效果？那所以就是反映对于社工人员的训练的问题了哈，这个可能所以刚才李委员说他们。愿意有一个日出条款、啊、让你们去沟通跟训练，好不好？好，请问各位同仁，如果对八十，来请邱委员。我这里能不能问一下哈？就说，当我们当然就是把这些的儿童把他送进司法体系是不妥。那现在就说他如果不进司法体系，那现在就说他的 SOP 会是怎么样？就说当今天有一个儿童，然后他可能就是有触犯刑法的，当然他是不罚，那他一定会先送到警察局去嘛？然后再来警察局是直接送交给社政单位吗？还是怎么样？因为目前是他会先到司法的少年法庭去嘛，那少年法庭再看他的情况，然后再交付给家长或是交付给社政单位，然后等于是由司法这边再把关。那将来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要让他进入司法的时候，是谁在把关？因为警察把他送到社政单位去之后，就交给社政单位了，然后就。这个案子是不是就结掉，就是全部就社政单位接手了，还是怎么样？这个部分能不能？那但是其实今天我们看到儿童的这个部分，其实是教育单位好像要接手嘛。那现在你们社政单位跟教育单位之间的衔接到底是能不能？这个。在司法院这边哈，就是我补充一下，就是说刚刚委员提的这个问题哈。其实现在呢，依照社会秩序维护法的第八条啊，它有一个部分是关于那个未满十四岁人他的行为哈不法，但如果说他有违反社治法的情形，是责由他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相当之人加以管教，无人管教时哈，得送交少年或儿童福利机构收容。那如果呢，儿童呢？未满十四岁之人有心神丧失违反社资法的情形呢，也可以责由他的监护人加以监护。那如果没有人监护或者不能监护的时候，也可以送交疗养这处所哈，监护或者治疗。所以呢，这个部分呢，诚如刚刚主席说的哈，可能就会由内政部哈的警政哈跟那个他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行政的部门来去进行相关的一个处理。以上说明。好，请光委员。谢谢。我想理想上啊，李委员的理想我们都支持哈。那现在遇到的是现实上面资源的不足，另外就是组织架构的不明确哈。那这些孩子现在的程序进入司法体系，我们的概念会觉得不应该。但是如果说进入少辅体系，少辅体系和司法体系它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组织体系的特质同样都是司法行政机构。好，那或者是司法机构。那警政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并没有更柔软。
好，所以呢，我们组织上又要把少府系统从警政再移出来，那我到底是要移到社政，或者是移到教育体系？我相信是需要跨部会好好的去统整。那如果说以目前我们现有的提案上的理想，在地方政府的时候，他希望成立少府中心，而这个少府中心又不属于社政，又不属于教育，然后要直接隶属于市长底下，他就两种情况，一种是一级机关，编制内的一级机关，另外一种是任务编组。但是如果是任务编组，他还是要有业务主管部门的归属，你还是说我要归属在教育，还是归属在社政，还是归属在警政？那你如果不换，变成任务编组在市长底下的任务编组，他还是留在警政。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我们似乎还是要细致的去讨论。那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我们立法偶尔会有日出条款，但是日出条款有两种，一种是我们修法的方向已经非常 solid， 就非常怎么讲，非常有共识，好，非常完整跟厚实。在这样的基础之下，我们要求你一年的准备期间，那这个时候我们用日出条款。但是现在的日出条款比较不是这样，就是它的共识跟它的内涵的这个厚实的程度是还不够的，好，是因为仍有讨论之必要，所以我们用日出。那我想这种日出我们是不是可以改成附带决议来处理？好，因为如果说我已经有共识了，一切都准备好了，那只不过是行政准备，那我们现在是决策准备，是组织准备。所以我想我是建议说我们未来一定要朝一个理想的方向，更保护这个更小的儿童的方向没有错，但是在所有的组织准备资源的整合还没有完整的时候，我是建议用附带决议的方式，要求一年内一定要做好各种的准备，这样子再来立法。谢谢。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先做附带决议，然后一年之后再来修法的意思？好，是啊，是啊，官员意思是这样子啊。好了，85条之一先保留。86条因为签宣读过吗？对，宣读过了。86条有修正动议，但是我想这个好，这都有关系嘛，所以一并保留，对不对？87条的施行日期也会牵涉到有没有日出条款，对不对？我们也一并保留。好，现在我们回头看保留条文。第三。协商什么？哪一条？这什么东西的协商？第三条。休息一下。所以你们现在是，第三条你们还没有共识，是不是？第三条现在行政部门有提出不一样的一个想法出现，可是因为可能还没有好好的一个讨论，所以我们是不是可以先休息，让大家先把那个特别是卫福部提出来的一些想法，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先休息时间先讨论一下。好，我们休息到10点。谢谢。
多少件雨伞？你现在是期待？是儿童是600，啊，雨伞是700。承诺。好，我们继续开会。请宣读现在送到主席台来的各条修正动议。请参阅修正动议编号一之一，第三条，对照两院版条文，第三条第一项同两院版条文，第一款同两院版条文。第二款序文修正为：少年有下列情形之一，而任有保障其健全自我成长之必要者，所属三目均同提案条文。第二项修正为：前项第二款所指之保障必要性，应依少年之性格及成长环境、经常往来对象、参与团体、出入场所、生活作息、家庭功能、就学或就业等一切情状而为判断。提案人委员李立芬等。修正动议一之二，第18条，第一项同两院版提案条文，第二项修正为：司法警察官、检察官或法院于执行职务时知有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之情形者，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辅导委员会处理之。第三项后段修正为：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辅导委员会处理之。第四项后段修正为：少年辅导委员会协助之。第五项修正为：少年住所、居所或所在地之少年辅导委员会知悉少年有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情形之一者，应结合福利、教育、心理、医疗、卫生、户政、警政、财政、金融管理、劳政、移民及其他相关资源，对少年施以适当期间之辅导。后续各项修正为：前项辅导期间，少年辅导委员会如经评估任由少年法院处理，使能保障少年健全之自我成长者，得续名理由并检具辅导相关记录及有关资料，请求少年法院处理之，并持续依前项规定办理。直辖市、县市政府少年辅导委员会应由具备社会工作、心理教育、家庭教育或其他相关专业之人员办理第二项至第六项之事务。少年辅导委员会之设置、
辅导方式、办理事务、评估及请求少年法院处理等事项之办法，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提案人委员周春米等。好，那个先跟委员会报告，我们前一次会议啊所讨论的条文，除了第三条、第三条之二、第十八条跟第二十九条、四十三条、五十四条，那个时候是暂保留之外，在六十一条以前的条文，在上次会议都已经决议通，都已经做过决议了哈。所以各个部门啊，如果对于先前通过的条文如果有意见的话，那要么就是在我们今天的保留的条文里面来做处理，要么就是如果有协商，在协商才有办法处理，否则做过决议啊，我们就不能再回头处理了哈，跟大家做报告。好，第三条照修正动议通过，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来请示。是，针对第二项的部分哈，那个第一句前项第二款所指之保障必要性，可不可以建议把那个性字删除，就是保障之必要，然后应依少年相关的这个为判断这样。请问差别是什么？没有，这只是觉得说那个必要性是不是可以更简化一点，改成必要，这样可以吗？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了哈。好，那我们照修正动议再修正通过。好，请各位看第三条之二。第三条之一不是已经通过了？第三条之二。在四十三页吗？四十三页。第三条照或有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各目事由，这个应该没有问题了哈。所以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过。好，请各位再看第十八条。第十八条照修正动议通过，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请周委员。谢谢主席哈。虽然这是我领案提那个提领衔的，我请教一下，如果照我们现在这个法条的设计，那现在第二款的，我们第二项之后将有一个日出条款嘛？那目前第二款的事件的话要放在哪里？移送少年法院，在日出条款之前，从这个条文看得出来吗？来，司法院还是维持现行法，对啊，但是现在我们这条第二项之后，我们有一个日出条款嘛？那你第一项只规范到第三条第一项第一款，你并没有明确写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事件现在是移送少年法院，这部分要怎么处理？如果说是在日出条款这个期间到来之前，就是按照目前的现行。就是、没有，因为我们现在十八条，我们就要修正了呢。如果照你这样解释，那我们第一款也不用放在第一项啊。你既然第一款放在第一项，那你第二款看要怎么去条文，要把它写清楚吧。嗯，第二款现在的高曝显少年，那怎么去放在这个法规范里面？第二款那是以后呢，这个会定一个日出嘛，对不对？看怎么样做一个调整。好，所以十八条先保留吗？那请刘委员。
我也想要询问一下哈，这条虽然我有联署哈，但是对于里面有提到说，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的情形者得通知少年居住所居所或所在地的少年辅导委员会，那个得是怎么样做判断？那同样的道理，在下面的一段也特别提到哈，就是要有监督权人少年肄业学校，这样全部都通知一轮的话，大概全校都知道了。所以请问一下，那个德是指什么意思？德就跟因不一样嘛，那德是怎么判断出来的？由谁来判断？我来说明吗？好，那个就是跟委员说明哈，就是说如果说按照目前修正动议的18条2项，这个条文它的主要的目的呢，就是处理什么样的案子呢，会进到移送给少年法院，或者是说呢，移送少年法院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一个处理的机制。所以第一项呢，它其实就是基于儿权公约，它有一个社会多元责任，就是每一个人如果发现这个就是少年触法或者是在触法边缘的曝险的状态的时候，那就先规范辖区里面的司法警察官或者检察官或者法院在执行业务的时候，发现第一项就可以移送到少年法院，这是触法的。那如果是我们今天讨论的曝险少年的第二项呢，也是这三个机关呢可以如果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曝险少年，那这时候呢，这个德呢，就是说他基于对于那个案情的了解，基本的了解，那他本于他的职权的一个裁量呢，就可以去通知少年的住居所或所在地的少辅会来去处理。那再来第三项呢，就是针对少年的家长监督权人，或者是他就读的肄业的学校，或者是现在在执行对他提供少年保护的这些机关机构，如果发现少年在曝险的环境里面呢，也可以通知少辅会来去处理。那这个德呢，当然也就是基于说他们对于他们认为有这样的一个必要性，就可以去通知少辅会来进行处理。第四项呢，就是少年他自己呢，发现自己在曝险的环境当中，也可以请求少辅会来这个提供相关的协助。那这是一个对于一个德可能在实务上可能操作的一个情形。以上。我能不能请问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如果照这个修正动议的话，我们就来看第一项第二款的，好，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他如果这样状况的话，司法警察官或检察官或法院，他可以通知少辅会，也就法院就是执法单位跟法院可以通知少辅会了，是。然后学校，就是也可以通知少辅会，就是说少年有监督权人呐、少年的学校。或者是其他的机构了，也可以通知少辅会嘛。是。那第三，第四项是说少年自己也可以请求少辅会协助了。是。然后他接下来就是对少辅会的要求嘛。是。然后少辅会在辅导完之后，辅导过程里面，他觉得应该由少年法院来处理，然后就送到少年法院。那也就是说，本来法院是通知少辅会来处理，现在少辅会又通知又送回法院。如果第二项是由法院，法院是其中三者其中之一嘛，就法院我交给你少辅会啦，然后我少辅会评估完，我又送回你法院。跟委员报告，这里的法院呢，不限于少年法院。了解，也就是说，可能我在处理刑案或民事案件当中，发现的这样一个情形，比较是广义型的法院。好，那请刘委员。我再询问一下，所以少年住所、居所或是所在地的这些学校监督权人，或是从事少年保护业的这些机关机构，他只是通知跟被通知的这个角色，还是他也具有要介入少年辅导的角色？因为你讲了德的意思，就是表示跟因不一样，
我这三个单位，我可以通知，也可以不通知，我可以被通知，也可以不被通知。那我可以告诉你，越偏乡的这三个单位功能全部都失掉，谁都不会通知。跟委员报告哈，这个我们现在所处理的这些少年的这些曝险少年比较多的，大一部分都是在比较社经地位低的，甚至他所居住的这个乡镇市啊，我想你大概都知道，我想讲的是哪一些族群哈。那你如果连通知都没有，他们连想通知都没有通知啊。我知道了，然后我收到了，然后就我的意思说，以现在我们比较好的这种社政或民政系统，可不可以在保护个人隐私的状况之下，尽量就通知到他们多管束？否则我的意思说，这个就是等于道德性的呼吁哦，你们哪个地方有什么状况，家里的家长多管一下，其实是不会管的啦。就是因为家庭功能跟学校功能失能的状况之下，我们才会要处理这个少年事件嘛。是，所以你用这样的方式的话，我觉得只是一个纯粹一个宣示性的道德条款而已。跟委员报告哈，因为如果从儿权公约跟目前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儿权法跟少事法哈，基本上呢，它在整个儿权公约四十条以下，它其实都有一个民主、自由、宪政，在法治国原则之下哈，它赋予每一个国家机关之间都有一定的机能哈。比如说，我们就以少年的肄业学校来说，依照教育基本法跟我们的十二年国教，其实这些。这个就是受教的，就是享有教育权的这样一个少年呢，他在曝险的状态，学校就有可以基于他的一个学生辅导，或者是他的学资中心的这样一个机关的权责，那他呢就可以依照说这个少年的情形，还有他已经去介入啊，提供这些相关的一些学生辅导的这些资源啊。那处理的时候，他认为说其还不足以去协助这个少年的一个曝险状态的稳定，这时候呢，他本于一个行政部门的一个行政程序的一个情况的一个了解，他这个时候就可以去通知少辅会，请他来协助他加入他的一个这个少年的一个情状的一个处理。那我想，如果说是现在在执行少年保护机关机构，也是同样的道理，这些都赋予啊，他们自己身上都有基本的权责，也就是这里就是一个左手要去找右手帮忙。那整个国家机关从中央到地方，各行政就是教育啊，或者是这些从事少年保护的，在这个儿少保护无漏洞哈的这个情况下，可能不只是道德的一个宣示而已，而是一个国家机关之间的协力跟这样一个必要性的一个裁量跟决定，跟去告知下一个机关，去邀请下一个机关进来一起帮助处理孩子的行为问题。以上说明。好，那个十八条的修正动议，刚才周委员所提的那个问题，是要在十八条处理呢，还是后面的施行日期处理？因为第二权是没有恢复。对，哎，所以呢，哪一位会处理？还是说明一下，因为我觉得接下来如果有三年或四年的一个所谓的缓冲期的时候，那到底怎么样适用这条到原来的法律？本来就是到第三条的第一项第二款是由这个少年法庭来处理。那如果现在改成这样，那到底这个法制的衔接怎么样？能不能说明一下？请秘书长，是这个我们在后面的那个施行日期的条文呢，要把它分项出来哈，哪些是公布就施行，哪些是几年后施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这个一至二的这个提案里面呢，第十八条哈，第六项啊，这里有一个，刚刚我们座位上有点疏忽啊，那个罗马字啊删了，应该要删掉。哎，是。哎，我们等一下在宣告的时候处理。那请周委员，是不是把原来的会衔版的第二项放进来，然后？你们之前第二项也第二项，你们也是想说第二款的事件易得请求少年法院处理之嘛？那现在这个修正动议一至二，这修正动议第二项再往后挪，这样的立法体力这样可以清楚吗？
然后第二，我不晓得说是不是第二项定个日落，然后第三项定个日出，这样会不会很奇怪？不然你这个现在这个一之二这个修正动议是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这边是没有规范怎么处理的，就把你们原来的会衔版的第二项放进来，然后一个落日。还是通通写在第一项也可以，第一项是阴啊，第二项是德。好，我们十八条先保留一下好了，好不好？你们再研究一下，来，请幼儿园。就是会选版的第二项，不就是现行条文吗？删掉第二款之时间，第一项第二款。对啊，那你那现在就是说，你只要在后面的那个弄日出条款不就可以？另外，这里我想要请教的就是说，这里还有一个附带决议 A 哈，那现在这里是用少年辅导委员会，然后将来是要设立少年辅导中心，那我们法条是用少年辅导委员会，还是我们这里应该是要少年辅导中心呢？那个 A 是我之前的那个附带决议，我那个就会撤回，然后我现在改成是一个 D。低，嘿，对。就不用念了。好，第十八条先保留。那各位委员的意见是不是我们哪一个单位可以负责帮忙把条文顺一下？是不是拜托司法院，好不好？谢谢。那幼儿园主席，我这里能不能再请教一下？就是将来，因为我们这里有写说应该结合福利、教育、心理、医疗、卫生、户政、警政、财政、金融管理、劳政、移民及其他相关资源，对少年施以辅导期间之辅导。那将来辅导中心，这没有中心，我上面问。将来不会有中心，不会有辅导中心，那只有少辅会。那现在刚刚讲的这些的，要结合这些里面会有。派一名在少年辅导委员会还是没有，还是少辅会仍然是属于就是少辅会未来的调整由行政院去处理啦。我们在这边并没有对少辅会做他的编制或者他的这个组织的规定，没有在附带决议会要求。好，最后一项是第七项，第七项有一个授权的一个。所以他等于第七项等于是说他本身就要具备社工、心理教育、家庭教育其他专业人员，所以等于是将来这些人就直接在少辅会处理，而不是说再转介出去。是不是你这样的处理是这样还是怎么样？跟委员报告哈，就是将来哈，就是说行政部门的这个少辅会怎么样的这个去结合，或者是呢，他内部就有具有这些，就是社会工作、心理啊、教育这些相关的专业人员，我觉得这部分大概就是必须要由行政部门去试他们相关部会之间的统整，然后怎么样在地方能够给少辅会哈，他们其实有这样一个权责发挥这样的机能，而且以资源不重叠。好的事权统一的这样一个方向来去处理，看起来这个十八条跟第三条想要达到的目的应该是这样，那也是行政部门希望可以用一个日出条款的方式来去做准备。是，好，委员主席，我想这个少辅会的组成哈，好像漏掉了一个犯罪预防的相关专业，
因为这个应该是少午会非常重要的角色。我们也就社工心理教育，我们可以把它放进去了哈。那当然这个部分也可以包括在警政里面了。因为这边刚好又没写警政，它是连结资源的时候有写到警政，有啊、没有，那是连结资源的时候、啊。但是在少午会的组成里面反而忘了警政。主席，我说明一下哈，因为。现在这边列出来的，当时立法委员是大概就是做积极面向的一个权利的保障。那预防犯罪呢，其实也是一直都有的。好，所以这个部分呢，应该是在儿权公约跟利亚德准则相关，也都是应该要有的机能。这个跟警政的一个处理，就是说。我们需不需要把它列得那么清楚了？就是它在第七项里面，其他相关专业人员啊，这个部分应该是说，因为我之前想要一个少年辅导中心，可是因为这样子会比较不适合在这边去定，就是要求地方政府应该要去设一个单位，所以现在我们就回归到它原有的一个机制，就是少年辅导委员会嘛。那所以就是少年辅导委员会里面，现在各县市本来就有社工相关专业的人员，有的是，有的大部分都是。那目前少辅会里面的工作人员已经有149位了嘛，那大部分是社工北京的，所以我这边写的就是说他应该是由这些人来做辅导。那我特别没有写警政，就是说不是警察来做辅导，是要有这些专业背景的人来做辅导。那刚刚吴玉琴委员提到，就是说，那犯罪预防的背景，确实我们现在有一些大学的科系，它就是有一些少年犯罪预防的一些科系的一些专业人员，所以我觉得这个犯罪预防。犯罪预防是这样子啦，哈，就是说，就我粗浅的理解啦，哈，大概这些我们列出来都可以都做广义的犯罪预防啦。好，那如果狭义的犯罪预防，一定是跟警政相关啦。好，它就是这个所谓的犯罪预防，可能是社区的巡守组织啊，好，或者是，就是我的意思是说，如果是广义的犯罪预防，大概，可能会跟教育、跟这个心理哈、跟医疗。可能都会有相关嘛，好，那我们需不需要把它也放进来？倒也无放也无所谓啦，只是会不会反而引起另外那个角色的混淆？因为就是说，你特别把犯罪预防从这个社会社工、心理教育、家庭教育抽出来，那如果都抽出来，那只剩下一个就是跟治安相关，比较直接相关的，那就会变成在这边。你不晓得我这样讲，你了不了解我的意思了？好了，没关系，我们就这条先保留了。好，我们拜托司法院把各位委员的意见哦，看能不能把条文整理出来。好，我们再往下看第29条。29条在第61页，那你这个你现在有这个有修正动议吗？有，来请宣读修正动议。念过了，念过了，好，请问照修正动议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就是没有辅导中心，就是把辅导中心拿掉了嘛，哈。对啊。好，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他写的都是辅导中心。啊？应该是说这一条是那个，第三，对不起。改为少年辅导委员会。现在没有，还有落日、啊、这一条应该是指第一款的行为，不是第二款的行为。嘿，那现在就是说第一款的行为要不要
可以再转到所谓的少年辅导委员会。那如果没有要的话，这个就是那个辅，就是那个就会第三。我本来原条文是有那个辅导中心，那这个就是拿掉，就是还是少辅会这个部分就拿掉。二十九条应该是第一项的第一款的行为嘛，不是第二款，好，是第一款嘛。那我当时是觉得第一款也可以转到少辅会，那如果大家觉得不要转的话，我不坚持就不转。这个二十九，请周委员，谢谢。这二十九条可能还是要再确认一下，因为我们现在如果八十五条之一儿童的这个部分要整个拿掉的话，这边应该没有交付儿童的家长严加管教的问题，所以这个条文可能还要再确认一下。所以可能还要重新再十八条哦。嗯，第十八条他把基本上修正动议把第一款跟第二款的分开嘛，那你那边分开的表示你这边就不应该再处理第一款啦。也就是说，如果十八条是在司法检察官、检察官或法院的执行职务时，如有只有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之情形者，得通知少年住所、居所或就是少辅会啦。然后你在这边又规定说，在处理第一款的时候也可以通知少辅会，那你这样子就何必在第十八条去区分第一款跟第二款？所以你第十，如果这样的话，你第十八条在十八条的第二款，你就应该是第三项，第三条第一项，就是没有分第一款、第二款啦。这二十九条应该是第一款，是第二款。对啦，我的意思就是说。对。所以我这边我就不会，我就是。二十九条是针对少年法院呐，哈，对，就是不是一般法院呐。对啊，对啊。跟委员、跟主席说明哈，十八条呢，我刚刚有说明过哈，十八条的第一项呢是处理这个三条一项一款，就是少年处罚的移送哈。那第二项呢是处理呢曝险少年的这个其他可以通知，就是说警察、检察官跟法院，他可以去通知少辅会的这些机能。对，所以其实一项跟二项以后的这个机能是不一样的。那如果是二十九条呢，它其实是它要处理的是一个转向的概念，是指说少年法庭呢处理这个少年事件呢，只要是情节轻微，好，那不管他是三一一或者是三一二，好，他都可以去做转向，是这样的一个概念。以上说明。所以在那个日出条款还没有出来之前，少年辅导中心要做转向的单位吗？没有吧？没有啊，没有修正，没有修正动议里面已经没有了。是。对，第三款，就你原来的条文第三款有，那我的修正动议第三款已经拿掉了。所以现在的就是说二十九条就是第三款是删掉的，然后第四款呢转介福利教养机构这一款呢改成第三款。然后第二款呢，第二款的儿童要拿掉吧？对，儿童要拿掉。对，掉的，对，不是李委员，你那个二十九条，我们现在看到的修正动议，我们建议你们的修正条文哈，二十九条，没有啊，没有啊，还是少年辅导中心啊，这边有啊，有效吗？我们有修正动议啊，有啊。没关系，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
二十九条，如果我们看你的建议修正条文了哈，你能不能再跟我们讲一下，你希望再怎么改？好，现在就是二十九条，就是转向，就是所以那个司法院这边，你们是认为，因为第二款我们已经直接到那个少辅，就是已经有到少辅会了嘛，所以我觉得在这边我们是不是不用第二款就没有要到少辅会？可是现在你们的第一款，你们觉得有没有想要转到少辅会的一个问题？那如果也没有要转的话，我们这边的少年就是第三款这个部分，我们就直接拿掉，嘿，是可以的。对，立法委员是讲二十九条嘛，哈，对，二十九条，我的第三款有那个少年辅导中心，可是现在就是改成少辅会了嘛，对，那现在就是说你这边提的这些部分，应该是说第二款我们现在已经行政先行了，所以他就不会到少辅会，你们再转去少辅会，可是你们的第一款，你们有没有想要转到少辅会？那如果不要的话，我们的第三款我们就拿掉，对，就是这样子。对，对跟那个委员报告哈，因为本来的这个转介哈的这个就是其他适当措施，好，这个为适当之辅导，本来也就可以包含好在这样的一个转介到地方政府的一个转向的处分啊。好，所以我们会建议说第三款转介。这个少年辅导委员会这个部分，就本来的少年辅导中心这部分其实可以拿掉的，我们就都拿掉。嘿，好，谢谢。第三块，所以我们把二十九条的再修正条文，再把第一项的第三款删除。啊，第二款儿童，哦，第二款的儿童或修正为交付少年之法定代理人。报告主席，卫福部这边针对第二款这里哈，那个儿童部分可不可以先暂时保留？因为我们对八十五之一条那个完全删除，我们也有点修正建议啊。那是希望是说，如果真的。那些儿童在这边就谈吧。对，那这个就不要保留了，因为你到后面也是要处理啊。是是，就在这里就谈了。就是因为我们也有一些可能那个七到十二岁的儿童，如果他触法，那行政部门如果真的辅导无成效，是不是有机会再请求那个少年法院来协助处理？那处理的话，是不是有机会就是用到二十九条的转向以上？好。看起来，这个家长管教还要给少年法庭来裁吗？不用吧？要的啦。你这个是要交给家长管教的，难道还要少年法庭来裁这个教家长管教吗？因为有些家长到最后他也没办法，他说他就是希望有一个机会，可不可以请求法院来那个管理？就是给一点力量，这是轻微的部分呢。来，请秘书长。因为关于儿童这一部分哈，那个后面都可以准用了，所以只要你保留儿童，都可以准用到少年，所以这个条文那个可以拿掉。不用加儿童。儿童可以拿掉了，哎，等后面准用就好了。现在就希望七到十二岁就是删除，就不要走后面司法。秘书长的意思就是说，如果在政策上面还是要就是在后面处理啊，这个跟这个条文不相干呐、啊。对对对对 对。好，二十九条，我们把第一项的第二款儿童或删除，然后第三款删除。然后这第四款调整为第三款。好，我们修正后通过。请各位看第四十三条。
四十三条因为是跟第三条有联动，所以那个时候保留吧，应该是这样。八十三页。好，请问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过，各位有没有意见？好，没有意见，我们就照提案通过。没有，那第二款，请看第八十三条之一。哎，对不起，第五讲错了，第五十四条。五十四条也是把儿童，就是最后第二项由儿童及少年福利机构，是这个儿童应该是要拿掉吗？请问一下，我们现在的那个福利机构的机关，我们的名称是叫儿童及少年福利机关，没有分开啦，对不对？就是他们的整个管理就是一起的。嗯，好，建议可以留着。好，五十四条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过。主席，来，请委员。你刚刚的那个四十三条哈的那个院版的第二项，现少年法院认公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各目行为所用之所得之物不予发还者的没收之，可以吗？因为它不是犯罪呢。对，但是还是有没收的问题。对，比如说比如说第三四级毒品好的使用工具好的这些，其实还是会有没收的问题。可以没收，办法依照刑法没收嘛，所以这里要特别规定了。哎，是。好，我们现在回到今天讨论的条文，六十四条之二，请看六十四条之二。第三条就是第一项的第二款的问题嘛，对不对？经少年自白或发现证据信任，所以主任其有第三条第一项行为，这个第三条第一项要怎么做处理？就是维持。维持是不是？好，六十四条之二照司法院行政院提案通过。请各位看六十，还有八十三条之一。八十三条之一是有修正动议的，我们谈的是修正动议嘛。
就是29条已经，你跟他讲一下。主席，这部分那个是因为前面29条保留的关系，所以29条已经处理完了，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好，83条之一照李立芬委员等24人提案通过，修正动议了，修正动议通过。84条。当下有修正动议吗？没有。主席，84条，刚刚前面第3条一项已经处理完了，所以也可以就是、照修正动议。对，照修正动议。好，我们照修正动议通过。85条之一。好了，这85条之一，卫福部还是有意见嘛，对不对？您的意见也都讲完了，那看起来委员大部分是还是希望说，这个7到12岁啊，能够回到学校跟社政部门了哈。那这个可能你们就要多担待了，这个要多花时间去沟通训练了，好，好不好？85条之一，回到学校。删除了哈，删除85条之一删除。你们副校长，我们等一下再一起处理哈。还有呢，86条。86条，如果照李委员的提案通过，请问有没有意见？有修正动议是吧？对，有，我们现在是不良行为，我们有一个，对。但是那个有一个行政院及那个会同司法院定职啊，预防办法。这个念过了吗？对啊，念过了哈。好，请问86条的修正动议，各位有没有意见？就是照那个，对啊，对啊。没有意见的话，我们就照修正动议通过。对啊，请各位来，请厅长。那个就是86条哈，就是地方委员本来有一个修正动议，那我们这里的那个最后一项《少年偏差行为之辅导及预防办法》，那因为这个部分呢，其实是涉及就是本院还有行政院。那修正动议是行政院定之，我们是不是不知道委员可不可以再提修正动议，就是增加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好，请问委员的意见。可以啊，这样还要修正动议吗？就不用了，就我们就文字修正。文字修是好，我们86条的第4项。少年偏差行为之辅导及预防办法，由行政院会同司法院定之。好，我们在修正之后通过。请各位看87条，施行日期，你们有谈好的吗？来，请司长。是，报告主席还有各位委员哈。那因为我们在那个院就是院里面跟部里面在讨论的时候啊，大家都会觉得说这一次的变革是非常的巨大哈，那所以相关部门需要有一些准备的期间。那是不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109年的概算都已经编列完成，那这样的制度可能需要很多的资源的部件、组织的调整，那相关跟地方还有这个各部会之间的沟通，那是不是可以就是说我们定一个期限是给我们5年的时间，因为我们仿照我们的那个生权法的 ICF， 还有就是老福法的机构的那个改善跟调整哈，花5年时间，行政部门都觉得很吃力哈。那是不是可以建议这个部分可以给我们5年的时间以上？好，各位的意见。所以来有委员，所以是只有第3条、18条。82条要吗？
文字还没有啊，对。这第三条没有了，因为只剩十八条嘛，对不对？挪到十八条了。不好意思，这边应该只剩十八条，因为那个四十二条，刚法务部也同意了嘛。那第四十二条这个部分，目前看起来大家也比较没有太大的一个意见的话，所以会只剩下第十八条，以及我不知道说教育部的第八十五条之一这个部分要一年的时间，是要用附带决议的方式就可以，还是这边也应该要写？还有八十六条，教育部这边报告一下，这个如果在八十五条之一拿掉之后啊，建立还是在生效日，在法令里面没有规定。那我们在跟地方政府协调时候啊，那更为明确它的一个依法性啊。做以上的建议，谢谢。一年 OK， 一年，哎，一年。教育部说一年的时间，儿童触法的部分。对对，没有，应该是说十八条的那个部分，行政先行这个部分，卫福部希望五年。那八十五条之一，就是儿童触法删除这个部分，教育部希望是一年的时间。嗯，对，好。那其他应该就好。那这个部分，各位有没有意见？六人。我可不可以问一下，那个卫福如果需要五年的时间，其实是跨了三个立法委员的任期。我们要调整行政系统，或是调整预算，或是调整这些地方跟中央之间的这些协调，需要那么久的时间，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因为我很少看到说立法完了以后要五年的时间，这五年当中会有多这个空窗期会有多少事情要处理？如果按照给的这个譬如说少年事件的这些犯罪大概是两千多人的话，五年你会不会累积出来变成一万多人啊？可不可以再讲一下那个难以执行的原因到底出在什么地方？是整合吗？还是决心不够？看起来好像在上位比较高阶阶层人决心都是够的。那如果我们是站在儿童的权利跟那个少年的福利来讲的话，其实应该也可以做得到。那到底是哪里不够？可不可以讲一下原因好吗？好，跟委员报告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整个制度是希望是说要把少辅会把它健全起来。那这个整个健全的过程当中，除了人员的部件，还有组织的调整，以及特别是人员观念的改变哈，相关的配套措施，甚至资讯系统各方面的这个调整配套，那大概都需要我们编列预算，甚至就是说相关单位呢，大家慢慢要凝聚共识。那当然这些部分行政部门其实不会说五年都不做事，而是说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让大家能够准备充分的时候再来整个的让这个制度能够进行得更完美。那而不是说我们一边做一边调整，我们是担心说这样子好让大家会措手不及，所以是请求你这边点出两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一边做一边去调整的话，那这样子的空窗期或是这样子的一个辅导期或是这样的一个过渡期需要五年的时间，那五年的时间这个过渡期里面难道全部都是卫福部好，或者是社政单位需要负责吗？还是全部的人都要负责？那如果是这样的，全部人都要负责的话，涉及那么多单位，就是行政院要负责。那司法机关的话，就是司法院要负责。那司法院要负责的比较不多，好，比较不多。那司法院几年可以做到？那行政院那么庞大的体系，我很少听到说在执行事情的时候需要五年的时间。我们公民投票都还大法官叫我们立法院两年就要赶快改变同婚法，结果你这个少年辅导会要五年的时间才完成，这是什么多天大地大，整个都是翻转的过程当中吗？怎么会有这么久的时间呢？我还是不懂。还是说因为你的位阶没有办法帮行政院做决定，
那如果没有办法帮行政院做决定的话，我们在法律定下去，那就是行政院要根据立法院所通过的三读去处理嘛。那我们要给一个合理的时间，因为我觉得你讲的五年太不合理了啦。五年的时间，少年犯都变成青年犯，青年犯都变成成年犯，嘿，那这个部分我们是等不下去的啦。报告委员哈，因为今天我们也有其他部会也有代表来哈，我想我这边主要是因为上个礼拜我们行政院林万益政委有开这个专家和跟地方的一些沟通协调，那我。因为那个政委有交代说要我们哈给一点缓冲时间哈，希望能够定个让大家能够有个充分准备时间。那这部分因为不是只有卫福部哈。没有，我们是想说哈跟政委说我们哈那个可以争取尽量多的时间啦。那当然委员也可以听听其他单位的意见。以上，因为我之前的版本是两年，就是药社辅导中心就是两年。那现在如果现在不设，然后就是要强化，要让少辅会转型。那我觉得说，就是如果时间上面如果两年真的不行的话，是不是要三年？嘿，三年的时间，我不知道说行政部门可不可以接受。然后是学生，对啊，87条，对啊，我是建议不要说两年哈，或者是五年啦，哈，就是说是不是可以，这个要在党团协商吗？没有，不用。我是建议再讲一下，既然那个你那边的学者专家说要五年，他这边的学者真的两年，这两个学者专家都不一样人，是不是？好，可不可以？不是，因为我们都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了，不要太长的时间。我的建议是这样子了哈，因为我们这个到底什么时候会施行不知道了。好，如果合理来说，这个会期大概不太可能，对不对？啊，你要就不管了哈。如果不用协商的话，不晓得了，试试看了哈。那所以呢，我的建议是我们假设最快在这个会期就可以施行。好，那现在是民国108年嘛，那我们能不能定，譬如说，民国92年，啊，不是112年啦。好，112年的意义是什么呢？112年的7月1号。如果顺利的话，可能就是四年之后，对不对？那112年，也就是不会有刘委员讲的，就是说，也就是到下一届的总统跟立法委员的任期必须要我们要完成，好。但是如果这个会期没有完成、没有施行的话，那就往后拖，往后拖，你们准备时间就越短，就是这样子。主席，来，请听讲。我可以那个就是因为应该这样说哈，就是我们希望就是说去而全公约内国法哈，其实已经五年了啊，那我们已经就是有一个第一个国家报告了。那就我的了解哈，这个第二个国家报告呢是在2022年，所以我会建议说，是不是我们可以折中，因为立法委员说是。本来是要求是两年嘛，哈。那刚刚卫福部说，希望可以多一点充裕的时间，五年。那如果是这样，我们能不能大家哈，就是因为台湾的少子化哈的问题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对于这些少年他们的行为问题，我觉得他们的这个就是12年国教跟他们的一个行为的处理，我觉得应该列为国安问题呀、啊。所以可能在比如说就是我们的政府啊，其实应该把这件问题哈，就因为现在孩子都生得很少，那生下来之后就不能漏接一个孩子，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为每一个孩子都有一个为他的一个量身打造一个适性的教育。那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体认跟这样的决心，我想在下一次国家报告哈，这个就是我们的准备的期间，我们就可以来去做好这件事情。所以我会
就是初步的观察是希望可以在2年到5年这中间哈，再折中一点，我们再加把劲，因为其实犯罪集团也在招兵买马，他们也需要小鲜肉，也需要辣台妹哈，所以我觉得我们必须要拿出我们的一个决心啊，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建议。好，我们先处理一下会议时间，我们今天中午的时间到，本案处理完了再休息哈。那就是112年1月1日，这样符合厅长您的要求吗？啊，您说的是111年要提国家报告，那我们就在112年的一月一日。2022是111。对呀、啊。怎么样？我知道。12:10。我知道，12:10还是12:30？12:10。十分，我们就加快啊。112年的一月一日，所以如果今年不算的话，就有2年半了，119、110嘛，然后有3年半了。如果不顺利的话，就是3年；如果顺利，就3年半。这样可以吗？主席，还是再宽一点好吗？到7月1号啦。我刚刚要讲，跟各位委员报告，就是其实我们国家报告哈，每一年都有一些进展。112年7月1日是都。所以国家报告应该不是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立法，然后行政也都准备差不多，应该国家报告是 OK 的。112年7月1日起施行，这个是指的是第18条，对不对？还有86条是吗？什么86条？86条我们要定办法，会嫌。那个。就是18条的日出，然后85条之一，一年嘛，对不对？就施行后一年。嗯，好，这个文字能不能拜托？那处理了。好，麻烦，好，谢谢。好，那我们回来看18条处理完再处理最后一条施行日期。18条这个文字请问有出来吗？还是18条我们维持原来的会嫌版。然后刚刚那几项112年7月要施行的这个放到18条之一，这样会比较明确一点。18条之一没有18条之一啊。一个就限制的放在18条，那一个是3年后要实行的放到18条之一。那个跟那个委员报告，其实我们若定了施行日期，那其实。施行日期生效前就是按照现行法，对，所以运作上应该是没有问题。现行法你已经把原来的现行法的第二项拿掉了呢，原来的第二项就是13条第一项第二款呢，虽然范围我们有做一些修正。我们没有18条之一可以讨论啦。哦，是啊，他们不是有那个罗委员的那个已经不予增订了，所以那个已经做过决议了。好，那个没有18条之一。现在是你现行法，你现在的第二项不见了呢？那你现在增订的那第二项，那个是3年多后要施行的。你说第二项不见了是13条吗？不是，18条第二项。第二项就针对13条第一项第二款。你的现在的处理，在112年7月1号之前，你的还是要移送少年法院啊？
那你并没有一个明文规定啊。对，那就是维持现行条文啊。因为他现在就第十八条一个日出嘛，所以第十八条如果还没有生效之前，就用旧的第十八条啦。是是，所以这样子没有问题了。是，你说现在我们修正，但是人家现在如果看条文，我现在是看到三年多后的条文呢。对，但是上面通常它会有一个，就是说是那个就是这个十八条呢，比如说是三年后。好，才实施。所以你说说现在就是现就是这个会衔版，因为你们还是有动一些文字啊，你们还是有把第一项放进去啊。周委员意思就是说，你现在你日出在未来，可是你现在没有这个原条文就没有做日出前的修正嘛？是。那你原条文你要有没有出？要在现在这个状况之下，你有没有要调整的啦？也就是到112年7月1号之前，你就是要用这个原条文嘛，现行条文嘛。那这样有没有问题啦？其实如果用现行条文，或者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会衔版，其实差异并不大啦。对，因为它在处理业务上面其实的差异性是不大的。对。因为我们的会衔版本来就没有对这个鱼贩的这个就是事权去做一个调整，我们只是把鱼贩的事由限缩成把七款限缩成三款。厅长，你原来的现行条文是没有第一项、第二项哎？对啊，你现在的修正是有分第一项、第二项，所以是不是第三条也要有日出条款，这样子才会合账？不用，对，是。他现在是在说，你是要不要加一项？但是，对，这个是刑法。对啊，对啊，连第三项也，第三条也一起。第三条。是二年的实行。对，对。就这样。那个。主席，我们可以把这个87条哈，把刚我们这个觉得有一点点不是那么放心的，就是的第三条呢，把它放进去，就是跟这个18条同步哈，来同一个时间来施行，这也是一个方式。不要吧，你现在第二款这个曝险少年，我大法官会议解释就是要求我们要去限缩啦，你还把它放到5年后再施行。如果这样子的话，他这个日出条款是应该放在第十八条处理吗？如果这样的话，就变十八条做一些修正，然后再规定某一些条文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施行。那十八条不是整个新的？对，你十八条是可以修正完。所以现在是整个十八条吗？所以书分还是会对，那我看还是得要休息，然后你们再去处理啦，好不好？我们下午再来啊，好不好？因为我们中午等一下有我们有三个协商。好，我们现在来，秘书长，我不好意思，我们等一下休息了，我们中午有三个协商。好，因为看起来有点复杂，那就拜托在我们。2点半以前呢、啊，要拜托这个司法院跟我们委员同仁把这个问题把它厘清，好不好？好，好，好，我们休息到下午2点半继续开会。好，继续开会，请就坐。现在我们剩下第十八条跟第87条哈，然后其他就是一些附带决议要处理。那18条跟87条有修正动议，对不对？对。来，请宣读。
第十八条对照先前早上的修正动议第十八条，第十八条将第三项中断机关跟机构中间改为或字，然后增订第八项于中华民国112年7月1日前，司法警察官、检察官、法院对于少年有监督权人，少年之肄业学校、从事少年保护事业之机关或机构发现少年有第三条第一项第二款之情形者，得移送请求少年法院处理之。第八十七条第一项同提案条文第二项修正为，本法修正条文除中华民国某年某月某日修正公布之第十八条第二项至第七项自112年7月1日施行第42条第一项第三款关于交付安置于适当之医疗机构执行过渡性教育措施或其他适当措施之处所辅导部分，即删除第85条之一自公布一年后施行外，自公布日施行。好，请问各位对于修正第十八条的修正动议，请问有没有意见？他这个都还是用法制用，还是要一般审，不要一。好。第十八条，等一下哈。最后就是我们修正的部分了、啊。中华民国112年哈，不是口语的112年，是112年。好，来，你们是对十八条修正动议有意见，还是对于附带决议？附带决议等一下才处理， okay. 好不好？好，十八条照修正动议修正后通过，请看第八十七条，请问对于修正动议有没有意见？如果没有意见，我们照修正动议通过，也是那个112年哈。好，我们修正后通过。现在处理附带决议。附带决议总共有 A、B、C、D， 是不是哪一个案是撤回的 ？A 案。A 案，所以 A 案就请各位不用看了，我们就请宣读三个案。好，附带决议二，请教育部邀集卫生福利部、内政部就处罚儿童之通报、处遇、辅导及协助等事项于本法修正通过后2个月内完成相关规定之研议，提案人周春米、李定芬等。附带决议 C， 请法务部会同司法院、教育部、卫福部等相关部会参考外国制度，咨询专家学者，就规划鉴别内容流程充实与鉴别相关之软硬体资源等事项于3个月内拟定计划与期程，提交书面报告与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及提案委员、提案人委员尤美女等。附带决议 D， 请内政部就少年辅导委员会之定位、功能、人力经费及法制化再行检讨，并于本法修正通过后半年内向本院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提出检讨报告，提案人委员周春明等。好，请问各位委员跟各机关代表对于附带决议 B， 就是第一个附带决议，请问有没有意见？来，那请教育部。教育部报告。那有关于 B 的附带决议是有几点的一个文字跟这个数字的修正。那在处罚这个用语，我们建议能够修正为触犯刑法法律之儿童，也就是说，那原来回到原来八十五条之一的一个文字用语。那第二部分，邀集相关部会来讨论相关的通报、处遇跟辅导，这个作为我们希望能够针对司法院跟法务部，也就是说卫福部、司法院、内政部、法务部，那共同来参与。那时间就是修正通过后一年内，我们来完成相关的一个研议，做这样的一个文字跟数字的修正。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处罚改成触犯刑法法律，对，对不对？对。然后原请教育部邀集司法院、卫福部、
法务部、内政部，是吗？对，针、就是针对司法院跟法务部，对。嗯。好，请问各位有没有意见？没有，到后面还有本法修正都是一年呐、啊。对，时间修正为一年内。嗯。好，谢谢。好。好，请问各位，如果这样的修正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我们就修正后通过。请看附带决议 C。请问各位同仁跟各机关代表有没有意见？毛主席，来，请次长。毛主席，因为这个要参考外国的制度哈，是不是建请主席可以跟委员可以同意，我们在把三个月改成六个月？因为他还要去参考一些外国的一些制度哈、哦，这个可能时间上这样也比较宽裕。好、哦，请问提案委员的意见。好，那我们就改为于三个月内，修正为六个月内拟定计划与期程，修正后通过，请看附带决议 D。来，这个请内政部代表。内政部报告。的依据大院修法的方向，逾犯少年是改为曝嫌少年，并且由少辅会来承接辅导的工作。那少辅会是属于地方政府的一级任务编组，那他的任务是协调整合各机关共同投入少年辅导工作，并且针对个案的状况或需求，运用跨网络机关的整合平台机制来协调转介各组织单位的妥善处理。那现行少辅会秘书单位是由警察局的少年警察队来担任，各项行政作业均受该队指挥监督。那倘若疑犯少年全由少辅会担任行政先行的辅导机关，等同于自查起到后续辅导评估啊，皆由警察机关来主导。那对于少年呢、啊，有贴标签化之余，不利其辅导改正行为。那警察机关的角色在公务体系啊是比较阳刚，那辅导少年之专业性及敏感度啊，稍有不足，那恐怕无法收到确实改正偏差行为少年之效果。那再看。警察机关内部除了少年警察队之外，有妇幼警察队、交通警察队、保安警察队、刑事警察队，那其实也没有其他的这个单位啊能够适合担任少辅会业务幕僚之督导单位。那少辅会成立在民国66年，当时是属于戒严时期，那在当时的时空背景下啊、由警察机关担任业务幕僚单位，那相对今天呢、啊，对于人权保障之法规完备，且社福教育资源持续的健全，那查行政院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补充社工人员计3021人，持续在补充当中。那人力及资源状况已经趋于稳定充足，那辅导的工作啊，应该可以回归为专业的办理。那县市政府呢、啊，都是依据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来提供儿少所需之福利服务与辅导工作，故其幕僚业务幕僚含督导考核等秘书事项啊，宜回归由卫福部来办理，以确保儿少最佳的利益，符合儿童权利公约之宗旨。所以附带决议我们建请啊，是不是改由卫福部来办理？以上报告。这个应该是行政院啦，好、哦，就是说第一个，到底少年辅导委员会，你们现在说要给卫福部，卫福部一定不要啊，对不对？你看那市长一直摇头啊，好、哦，来，请问委员，我想你们行政院应该有开过相关会议啦，哈，就是因为瞧不拢，所以才刚给了4年的时间啦，哈，应该是回到原来这个少辅会的角色。你说是戒严时期，我承认，但是他行之多年，少辅会本来就在行各
地方政府所谓的主管机关，这个县市长下面下设的一个这个任务编组。那大部分到目前各县市几乎都是在警政系统担任总干事或是主要的执行单位。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法通过之后，其实是要强化少武会现有的人力跟功能，甚至是跨专业的不同的人力进来，不是只有就放在你的那个那个什么少年队那边去啊，所以应该是一个希望它朝向一个预防功能跟辅导的功能为主哈，所以不要一下子又推回到卫福部或是社会局那边去，因为社会局那边社安网说有3000多人，那也是在补强既有还不够的那个社会安全网的破洞而已啊，你现在又要再加一个业务进去，其实对他们来讲是不可承受的重啊，好，那个，所以我觉得不要这样推来推去。所以我们是不是建议是行政院就请行政院就少武会的定位功能来做一个协调？该这样讲，就是委员跟还另外跟这个我们刑事局的同仁啊，说明一下，你们不用那么紧张了哈。他其实是应该这样子了哈。如果照这个附带决议啊，它是调整的现对于现有的现状的检讨啦，而不是对于未来的规划，好，所以你们刚才您所报告的这个就是对现状检讨，所以你蛮适合来做专案报告了哈。那这个检讨报告呢，也没有叫你们来做专案报告，你们就送一份检讨报告过来，所以你们对现状你们检讨是什么？因为你们一直负责这个业务，对不对？我们各地警察局负责这个业务，你们遇到的问题，就刚刚您讲的，把这个少年标签化，好，那或者是我们警察，限于人力，或者我们的专业不是做这个嘛，对不对？不是做辅导嘛，所以由警察来负责做这个，就有点格格不入了。好，你叫我来管可以了，但是你叫我去辅导，或者是用还要引进其他的，因为你们现在的各少辅会，你们即便有其他的叫做社工人员，但是那个也都是约聘雇嘛，对不对？所以它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有保障的一个状况啊，或者是，所以类似这些你们就提出来检讨。那提出来检讨之后，你们应该向行政院提出要求之外，那我们立法院做的决议是作为你们的后盾嘛，就我们对你们施加压力，你不要那么紧张。好，我并没有要求内政部来解决这个问题啊，你们要报告里面说我建议这个要叫卫福部，你们一定吵架的，你们就检讨你们现在的问题就好了，是不是？我们周委员，您的这个提案是不是这个用意啊？来我们请李委员。不好意思，这个附带决议好，本来是写说请内政部啦，那确实是那个层级是不够高，所以我现在比较建议是请司法顿号行政单位就少年辅导委员会之定位报告这样子啦，就是我们回到那个行政院的层级，然后是这个李委员，我的建议是这样子，就是你到底你是希望他检讨，你让他检讨，因为他是专责机关，他是现在负责的人。你如果这个附带决议呢，如果照现在的写法的话，那是给他们没有错。对。那你是希望说找出一个方向的话，那恐怕要来做一次的这个专案报告啊，要就是他，因为各部门的检讨一定会不一样，所以你是希望他们来检讨就好呢，还是希望？你如果要他们提出解决方案的话，那一定是行政院了。那你现在，因为他这个是个阶段的问题啦，所以内政部认为自己有所不足，他现况有问题，所以提出来，然后呢要怎么办？那要行政院去想办法去，就刚刚吴委员讲的嘛，所以为什么给他们那么长的时间嘛？除了衔接之外，他要把这个体质调好嘛，要准备好嘛，所以那是行政院负责。所以，就是你这个提案，你到底希望哪一个方向？是希望最现阶段的检讨，还是要对未来的规划？好，如果对未来规划，你给他半年哦，我坦白说是绝对不够了。对，我好，这个时间可以再讨论。我觉得还包括未来的规划，因为我后面有讲说集法制化的检讨啦，就是说到底那个，因为我们知道说现在少年辅导委员会它还是一个临时的
任务编组而已，然后社工人员都是约聘雇的，对，所以我这边还有写一个就是法制化的一个建议。我能不能做一个建议好不好？好，哦，就是说因为我们现在任期啊也只剩下半年多一点啦，好，哦，所以你要做更长啊，其实坦白讲没不太有意义啦，因为我们也不一定听得到了他的报告了哈，哦。然后呢，我们如果法律是这样定，这个是他们不得不做的工作了，也就是行政院他必须要赶快检讨，赶快整合，赶快准备跟司法院商量要怎么样去处理。他的时间在112年7月1号以前，他要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你叫不叫他来做报告啊？你不是叫他来做报告，他才会用力做啊。你不叫他来报做报告，他也必须要赶快，要赶快很努力的做。所以我是建议说，如果还要叫他来做报告，我是觉得坦白说，我觉得没有必要。而是你应该是等到他们的规划出来之后，针对他们的规划来做检讨，好，或者是私下去做商量。那你如果要叫内政部来做报告，他已经报告完了，对不对？他不报告你也知道。好，如果这样子的话，我是觉得干脆这个附带决议就不要做了，因为你既然法条把它定到那么死，它施行日期就是那个时候，他不做报告他也得做啊，对不对？好不好？好。那周委员，因为是你提案了，啊，我们这个就不通过了哈。好，我们附带决议第一，我们就不处理还是什么？不予处理。好。三个，好，好。本案审查完竣，拟具审查报告提请院会公决。本案无需交由党团协商，院会讨论时由召集委员段宜康说明。附带决议三项一并提报院会处理。条次引述条文部分文字及法制用字用语，授权主席及议事人员整理。三项是因为上次会有通过一项哈，所以今天两项加起来三项。本次会议到此结束，现在散会，谢谢大家。